三二一，你赶快把他抱去送动医院。走，抱他去医院。啊别搞事，只搞真实。张老师，干嘛？最近又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体，这次我们玩真的。玩什么真的？有本事的话，我们就在里面征求。交友软体哦，真助理啊！我下载这个咪啊，然后他进去里面，大家都可以讲话，可是看不到人。看不到人哎，这样才好玩呢。然后我们要争助理，争你的助理，要不然争我们团员也可以。哎，如果漂亮的话争我们团员，丑的话就争你的助理。怎样？你有什么脸？应该漂亮的是来我当我助理，不是不是，漂亮的变比较不好看的话当团员啊。没有没有，团员帅的是在这里了，丑的就你们担当了。可是下面有人不是这样讲的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软体很厉害。他进来里面，他有很多聊天室，像台猫娱乐摇滚区这里，你听哦。哦，够秀才艺的，好。我要是觉得他不错的话，我们刷多少钱给他拉过来聊聊天，送他一个肥皂好了，你管得。他们已经开始慢慢认出我们来了。说韩收堂，他说哇，101只虾子，对不对？爱家哥呢？想嗨，大家好。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这是乡亲广播电台嘛？大家拢叫我甘头家啦，我今日甘家，明仔甘遐，啊，过来甘头家家啦。可不可以有人帮我，就是用 B-box？ B-box 哦。对啊，我帮他好了。你要是唱了去你的台主，我就给你10个肥皂，然后你 Q 来都捡肥皂哦。人活着就是要替自己来争口气，做人讲究的是所谓诚心诚意。咋可懒就来吃顺料，懒就来吃辣草，无聊傻小，那是无出会，头家你就等着被我闹。那你知道怎么报应吗？怎么报？怎么报？你要不要随便丢个 kiss 给麦上这几个人多看？像这样吗？好的，那我先开始啊。好，你先。麦好吗？我是当前的主持麦，我叫蓝莹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可是哥哥，我不想要 kiss， 我想要吃冰淇淋。爱你哦。你加三个 kiss 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那韩老板送的 kiss， 这么多的 kiss， 这么多。我没有送给男的。我没有送给男的，你马上小了。举牌，举牌，有一个举牌，最小数字的要真心话大冒险啊！哈，你输了，哈，哈，危险大冒险了。好，我委屈了，你别搞我，小心我搞你。来吧，搞了我，搞我吧。你家里有窗户吗？来，你打开窗户，对着外面讲说，你最爱雨了。这个好像会吵到邻居，好吧，那我叫了，我真叫了。好，你用你的叫吧。天哪，我最爱你了。恭喜举牌，好。你是不是盗人家的照片啊？共姐，来，有韩老板又有超老师，这是不是盗人家账号啊？我截图。白了，我跟你开干。来哦，来哦，你好，你好啊！我本人。你本人啊？你问阿仔，我甲你问啦。你下仔啊八点，你人伫倒？马仔八点。我6:30要出门。我7:30就要出发啦呢。无我也袂使啦，坐公车介贵，一个人爱750，我挡袂调。啊，你有感觉到我是本人无？我无听到咱个韩老板的声啊。来干落。上海。哦，我甲你讲啦，这声音哦，只要生得较老的。你是咧讲啥蛇啦？讲啥蛇？啥蛇是不是？啥蛇我会。古早人看到乌的叫乌蛇，看到白的叫白蛇。登山出名哦，台湾是毒蛇。来，两人家蛇来小家，超老师甲韩老板都要小家。嘎！这样初步玩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真好好玩哦。那我想
助理这件事情真的要上心。反正今天回去就是两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约出来。好，可以，我觉得这可以玩，真的好玩。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做什么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玩哦！干！约到，我约到一个里面的那个报应的主播。报应的主播，你说刚刚那个房间里面了吗？对，然后他说明天会过来。哎、啊，所以你要跟他好好讲吗？可是你觉得我真的只想帮他应征助理吗？不然你要干嘛？那片头都已经是草野搞事了，肯定要越搞越的真实啊！我帮你查一查。啊，你不跟超老师讲？你跟超老师讲干嘛？喂？查啥？超老师有在旁边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好，我想跟你拍一个企划。你家不是最近在缺助理吗？好 ，OK。我跟你讲，很好玩，一定很好玩，就让你看看你老公的样子吧。就上展示他会不会？对，你先不要跟他一起来哦。对，我要给他惊喜。好，拜拜。超爷那个脸好那个哦。超爷搞事，只搞真实。啊哈哈哈！傻逼啊！超老师，有没有很期待今天？到底是要争助理，还是想要争团员？可是团员已经被一个占住了啊！这可以先假离开啊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。超老师，他已经在门口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带他。等我，我马上带他回来。还想要费了他老婆应征助理啊？告诉你我的大绝招。哎，超一超，来，应征助理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是一定要出现。对，我要筛选。我现在就想看超老师的脸到底是什么狗屎表情。你知道他刚刚在里面那一脸这情窦初开的表情。我进去哦，我等一下敲门你就进来。好，来。超姐，超姐，窗帘现在挡着，我现在马上叫他进来。可以进来。你妈的！怎样？你在冲他喂？你要不要直接讲？啊，没有，你不知道应征助理干他什么事？我要来盯着你。你看他一脸郁闷的表情。好，要重新到，先过去出去带。你要去带他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出去带。好，不要到我。好，你快点去带他。哦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你现在为什么又开始感觉没有很期待？不过你的眼神透露出有点期待的。那就是你害的啊！也太久了吧，多多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刚先加他 line， 然后要。哎嗨，你好，你叫边边。对，我叫边边。好漂亮啊！好，那这样子，好像我们一样用那个帘子窗帘把它盖起来。好，我去准备。好，你去准备。来，我帮你拉哦，让我拉哦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怎样？你在干嘛？我不在做阿伟啊！亮哥要不要选我？喝酒两次了。怎样的？不要挡到我的视角，那继续，不要管我。那我们助理的条件就是，你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喝什么。那边身材好好哦。认真一点，然后还有他的行程，你可能要帮他安排。那边你几岁？干嘛？那你会想要当《海洋草日记》的团员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的。都可以。那团员，你当一个好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来一个情境剧。他饰演你初恋男友，他也是你的初恋。那我知道你的初恋在这里啊，没办法，演戏是这样哈，你只要导演要求你演什么。他你们两个现在很恩爱的在看电影，演电影，在这里。好，很好。你演电影就在这里，来两机，不是三二。你说话小。你这新桃园会要看戏啊，好歹说我也是学姐。我们没有学长学弟制。看真美。好，那你是应该看的，不然这样你应该看。那你去陪超一超看，对啊。你也在镜头内，那你当什么？我当旁边的观众，好，来，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哎，小哥，我们今天第一次出来看电影，对啊，我们先来，有点难看，真的吗？不会啦，只要是跟你看的电影，都觉得很好看。那我们来拍一张照片。电影院怎么拍照了？喜欢我，你等对面的闭幕，是请观众去买一下爆米花。你知道我有带水，你是不是渴了？先生，好好看你的电影。我们喝
不要在那边谈恋爱。你不觉得这个电影不好看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很好看啊。你看那个电影好丑，你会被观众骂。好，现在结束了。啊？带你去草爷家看他家的小孩。草爷是谁啊？干你什么事啊？我们很熟吗？对，我觉得他表现得比你好，为什么这样改溜改溜的？啊，你莫来，你别来了，来了吧？等一下，你还在演啊？烂！现在是他的演技太烂了，所以我们要换掉是超爱甲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再换一个情境，他饰演刚被车撞到的女孩，然后你是属于第一个现场看到的人。哦，好。对，然后你要给他。不要再多了，不要再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要多了。心肺复苏术，叫叫一二三。OK， 他很少，你看他不配合演出了。好嘞，美女被车撞倒，超爱甲救她，第一卡 ，Action。等一下，超，你到底会不会演？他已经躺在这边很久，很累了。看他躺得还蛮舒服的，我就不想叫他了。那要不要给他枕头？好，应该可以。来来来，那个头抬高。我台湾还有枕头啊。第二卡 ，Action。哇，你睡得好爽啊，你。他没有在睡觉，他是被车撞到。你怎么了？人在紧张的时候不是坐着，是站着。你怎么了？啊，他摔倒了，那我应该要叫救护车吧？你赶快把他抱去送动医院。我跟你讲好了，我离开三分钟。确定哈？确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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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开始，就跟刚刚的情境一样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安妮。好，准备抱他去医院好了。为什么打电？因为119电话盲线，盲线，不然我们打110。好，110也盲线。所以你们到底怎么办？你现在赶快抱他去医院。所以我抱他去医院。啊？你就你今年几岁？今年20岁。这资历很好啊，我喜欢啊。可以当他爸爸了，你还那么可以。你一岁生他、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能认识到你就好了，谢谢。好开心的。可是我们刚刚不是已经握过很多次手？有吗？哎，我想问啊，多拉讲你什么时候跟他握过手啊？从来没有跟我握过手。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很意外，蜜芽交友软体可以认识到这么好的朋友。那其实说什么应征桥段的有的没的，其实是我早就跟他 say 好了，只是我早就跟他 say 好了。今天真的是也很开心认识这个边边，蜜芽是真的还不错玩啊，就这样子，喜欢我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就这样啊。本专可以搜寻我的边边战队，谢谢。好，就这样，下台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, don't mind me.头发拨开一下，对，那个不好看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对啊，说好的要拍的，我在这边蹲那么久。然后重点是，团长没有跟我握手，他还跟别人握手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在梦里，不要在那边积极录他了。还是我浪费心。看，难丢来七碎料。咱就来吃辣草，三十块，无聊，七十块，三十。